中央基本病院二楼的七里角落，时不时拢会展出多元风格展览。五月份病院配合着国际护理书展，特别规划一场属于护理人员的展览，现场展出侪侪病院同仁的彩绘创作，也有摄影的作品，相当的有看头。其实这一次的展览，我们是有跟我们的护师节做一个联系，那基本上比较重要的目的是，其实防疫三年了，民众也都很清楚，那其实这三年医护人真的非常的辛苦。那今年呢，中央防疫指挥中心他们降级了，把疫情降级，那我们也希望护理师能够有一些舒展的机会。那其实我们护理师非常有才华，所以这一次呢，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可以舒展身心，发挥他们的创意。这回展览的主题叫做《忆难忘，有您陪伴》，展现医护人员在疫情的期间生活故事和心情，参照是这幅图，就是护理师希望在疫情趋缓了后，每一个人都会当把嘴暗揢落来笑一下，还佫将当前画作鸟尾，相当的趣味。我们的护理师会把他们的创意跟对疫情这段期间他们心里想抒发的，还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护理师是对家人的愧疚，然后对于自己孩子的一些他们觉得可能把身心投注在工作上，对于他们有一些忽略，也都呈现在创作上面哈。那也让他们得到个心灵的疗愈，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一次在创办这个护士节，让他们有机会做这个忆难忘的这个展览一个很大的目的。中央基本护理部的部长表示，透过艺术的创作，唔那是让长期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纾解压力，将这款作品展览出来，卖得后来病院病人也够家属享受到艺术的享宴，将心情放好轻松。南天新闻台中央采访报道。